超级英雄特区哦。超级英雄特区。哦，那、啊、这是什么？什么？什么超级英雄？那可是是飞机耶。不是飞机英雄特区。是直升机的耶。英雄飞机英雄特区。嗯，那、啊、这个是车子耶，很多车子。嗯，都是跑车、赛车、直升机，还有蓝色的车。嗯。那这个是吴信义，你看这里也有。你最喜欢哪一台？这一台。因为它是飞机呀、啊。嗯。啊，你不喜欢那个小乌龟呀、啊？嗯。等一下，还有一个。还有其他的车子吗？应该给我拿给我看一下。超级忍者队。Super Ranger。那个，我还有别的超级英雄特征。还有吗？哇，你看这个小孩做这样哦，然后准备，你看这个小孩他做这样哦，看哦，我。准备哦，你挡住我了。哇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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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这都是你的吗？你去哪里拿的？不是，这个是乖乖的。乖乖乖乖乖哦。对。嗯，乖乖棒棒棒。这有什么颜色的？陀螺。有粉红色是八号。不是 Super Win。那这个红色是几号？蓝色是三号。这个红色是19号。这个，哎，绿色的也是19号耶。对。哦，然后，这直升机是几号？直升机是大号。对，大号。是很大台的吗？嗯。嗯，好像很好看耶。嗯、我还有一个超级英雄特辑。你要玩哪一个？这里很多人耶。那你找一个地方坐着。你可以先玩这一个。你看我有大人超级英雄特区。这里有很多人。你看。又有一台了。这一台是什么的？哇，是三号。那为什么蓝色的都是三号？对。它也是三号。对。它也是三号，它是八号。啊，它也是八号。八号。对呀、啊，它是19号。啊，它也是19号。对呀、啊。都是这个几个号码耶。对呀、啊。为什么呢？还有一个超级那个。超级那个啊、哦。等一下，我还有一样的哦。哦，好。为什么你在电视上面？啊，你为什么上电视了？帮你看，有一个。哇，又有一台了耶！这个是几号？这个是11号。
蓝色的，所以你蓝色的有几台？来一，蓝色一，蓝色要跟蓝色排队吧？不用吧？不用吧？